刘素云居士做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，他能成就，我相信你也能成就，我们大家都能成就。他用了10年时间。我们发愿，尽行受，坚持这一门，只求深入。放下外缘，包括佛法。我在佛法里只取这部经，只修这个法门。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，古人说的话一点都不错。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又何况第20愿末后讲得非常清楚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了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。我们要不求往生，在这个世界，希望得大彻大悟，那要到哪一辈子？到哪一劫？太难了，我们得有自知之明，靠自力断烦恼，我们肯定做不到。我们只有靠他力才能办得到。他力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如果没有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我们就苦了。那个成就真是经上所说的到无量劫，要在轮回里面受无量劫的苦楚。才能得救。而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坚定志愿，依教修行，我们这一生就解决了。所以这个法门，古大德说，当生成就的佛法，不要等来生了，一生成就只有这一门。